等埋只战龙三千，同埋万众力德，万众力德系有少少扭计啊！好啦，都顺利啦，仲争战龙三千嘅。全部马不准备妥当，尾场赛事三班千二大热系四。而家跳出嚟嘅时候啦，前面快闸嘅马系合冲共济啊，咁再见到咧中间位置十二码白衫啦，外边咧胆大威猛走上去啦，咁再见到第四位出面走三搭啊，黑衫高明进将啦，红黑直间衫跟前咗凡哥儿啊，内栏第六位黑衫仲系场场精彩啊，后啲嘅马啦先有电信火箭啦，一路顶住啊腾龙超影啊，漏咗个内栏位置咧，尾四系万众力德啊，尾三红衫人和嘉诚啊，尾二系星势咧，暂时殿后咧系嗰只战红三千嚟噶，好啦，对面。直路尾过六百啦，十二码走中间占先啦，内栏位置有胆大威猛啦，外边咧高明进将走上去啦，中间第四位系凡哥儿啦，吊住第五仲系合冲共济啊，跟住个后边咧仲系长长精彩黑衫喺内栏嘅，外边位置电信火箭啊，最出腾龙超英，尾四人和嘉盛，后边三只万众力德升势，包尾嗰只系战红三千啊，入正最后直路啦，前面透出嘅马咧就系呢只凡哥儿啊，埋边十二码啦，外边追上嚟嘅嗰只高明进将啊，最出位置仲有只合冲共济，马林中间入边稳位咧。就係場場精彩啊！最後一百米，凡哥兒有少少內線，但係都已經透出嘅，贏緊呢場賽事，跑第二名嘅馬，場場精彩響入邊，合衝共濟就第三、第四名，外邊追上嚟係嗰只人和嘉盛嘅機會比較高啲啊！結果嚟到尾場賽事啊，凡哥兒咁啊，霍宏星啊，一路有啲內閃噶啦，咁但係貼咗條欄添啊，咁啊臨尾閃到入去，但係都拋離贏噶啦，第二名場場精彩。机会高过合冲共济要赢啦，第四人和嘉诚，七号嘅范哥二啊，霍宏星临尾得翻9.6倍啊，洛菲爷马方家柏嘅跑第二名，五个场场精彩啊，田泰安四号合冲共济潘顿第三，第四就六号嘅人和嘉诚啊，潘明辉啊，咁啊最后独赢位置都着咗六格啊，七号呢只范哥二。咁啊结果咧就方家柏话今晚头尾糊啊食晒啊。头场快步速，尾场凡哥儿。一齐睇下啲预计派彩，跑第一名系七号嘅凡哥儿，独赢派96.5，位置派24.5；跑第二名系五号嘅场场精彩，位置派21元；跑第三名系四号嘅合冲共济，位置派15元；跑第四名就系六号嘅人和嘉诚，连赢五搭七派391.5，位置 Q 五搭七派126元，四搭七派55.5，四搭五派42.5。霍宏星又赢谷草，二重彩七号五号顺序派911元，单天四号五号七号就派392元。三重彩七号五号四号顺序就派3625元。冇马主到场嘅话，成都几行啊！呢只凡哥儿啊，好早都跟住个靓位。咁啊，结果骑先赢得佢第二场头马啦，得谷草、哦。
咁啊睇下几时可以打开沙田嘅城门啦。咁啊三嘅预计派彩胜出组合系 A 三，其他冷门派30元。骑师王预计赛果胜出嘅二号骑师潘顿啊，积分有44分嘅。咁啊，家庭观众留意翻啦，想睇翻尾场嘅正式赛果同埋其他大赛事快彩，上翻荧光幕上马会网页啊 ，www.hkjc.com。合冲共振好快集噶，二档第一只弹出嚟嘅，快过只十二码入闸嘅时候发不过脾气啦。但我当都系估佢睇下跑唔跑得翻嘅啫，胆大威猛，咁佢啊埋紧你，打完呢一轮圈就抢啦。但系阵间就好快得慢嘅，就影响咗只合冲共振啊。十二碼都要捉得好辛苦啦，范哥兒，范哥兒都搶緊口㗎，頭先喺度。佢係啊，佢朝頭早都搶口㗎。但係好彩呢度十二碼走多啲咯，係嘛？你睇個頭打圈咁喺後邊，都其實有啲尷尬啊。好彩呢度拉鬆啲嘅，跟得順啲。一就膽大威猛嗰度得翻慢咯，十二碼埋去。高明俊最後三碟，咁啊中共制個位而家就冇問題嘅，等候咗一格咯。不過如果即係膽大威猛自己走就好啲。一臨尾佢有翻勢，爭少少就過翻就場場精彩噶，場場精彩就內欄啦。但我當就騰龍超影啊，咁睇下只人王嘉誠點追啦。我嘉誠而家仲喺合中共制後邊，未望空，係啦，仲未望空，仲喺度望緊，仲打緊燈啦，呢度先望空。騰龍超影嘅判斷咗騎師王，尾場都跑壓第三啊！膽大威猛啊，有啲屎包味嘅喎。係啊，轉彎都騰，係咯，轉彎都騰啫嘛。十二碼，加咗加一磅係咯，走曬咯，係咯，放啊照放嘅，翻到嚟都斷啦。嗯，不過放出嚟都用咗啲力啊，因為即係出起步嗰陣時就合衝共振都仲快過佢，頂咗佢一輪啊。咁啊，冇上次咁順利嘅嗰、那個放頭。系唔同噶啦，嗰啲條件啊，系啊。咁啊，四連環方面，四號、五號、六號、七號就派1793元。咁啊，睇埋四重彩，七號、五號、四號、六號順序派47191元。